京韵大鼓百山图。下面请您欣赏京韵大鼓《博山图》表演者张雷。哇，谢谢，刚才下去喝了口水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儿啊。摸摸这话筒啊。啊。京韵大鼓《博山图》，这是我小时候学的第二段这个京韵大鼓。这个一段京韵大鼓我学的是华容道，然后开我们叫开门火嘛。这个流派的京韵大鼓一般都是用第一段学都学华容道，要唱白派京韵大鼓呢，第一段开门火呀叫做学探晴雯。一般洛派就是什么剑阁闻铃啊，丑末寅初。这个流派京韵大鼓这段叫博山图，然后洛派京韵大鼓也有这段，洛派叫做碧天云外。嗯，为什么要卷个袖子呢？笑什么？我没觉得尴尬。卷着袖子是为什么呢？为了打鼓方便。嗯，这个因为好多年没唱了，上回唱还是在天津呢，是吧？嗯。如果唱得不好呢，各位多担待着听吧。啊，咱们闲话少说。学徒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京韵大鼓《博山图》。
身披着蓑衣，下穿水裤，足下蹬着草鞋，万花筒边倒骑刘备，口横断鼓，吹得是自在笑摇。小山